开始了，我们要动车了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来看这里哦。我不学。啊。好，谢谢。希望会来举办咱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推广哦。咱农产虽然咱中华市农会是伫大都市，但是呢，针对咱的这个农民哦，真认真伫咧做辅导，包括咱的特色、咱的这个咖啡，包括咱的这个蜂蜜，搁咱有真多的这个农民所进入来蔬果哦，会使讲达康哦，农非常的这个啊。用心栽种，啊来品质真好哈。那特别是咱的咖啡，今年伫咱的这个中华关的比赛内底，得咱的这个啊特优，甲咱的这个特等哦，会使讲哦，成绩非常的好。啊嘛不断的甲咱的这个咖啡哦，啊这个行销出去。那即马呢，搁咱的这个啊蜂蜜哦，透过咱的这个蜂农哦，会使讲啊有足好的这个成果。伫咱的全国比赛内底，咱的这个特优啦，无论讲是咱的营养比啦，还是咱的这个奶制品拢有很好的这个成果，再次要感谢咱的这个理事长来上甘总干事带领的团队，非常用心哦。那今仔日佫举办着这个啊，遮济这个啊农业产品，包括我那家政办的这个电视啊等等，那会使讲充分把咱的这个农会的这个功能哦发扬光大哈。那特别是咱的班员有一个哦，做这个啊蔡坤培哦，啊得到咱的这个啊代表咱台湾。要出去世界参加咱的这个咖啡比赛吼，啊，会使讲拢是咱的这个农会的这个啊辅导的这个工，诶，这个效果出来吼。那我相信呢，啊，农民认真的去甲种植咱的物件，县政府只要你是彰化优先的品牌，咱的认真替大家来做行销，咱即马符合彰化优先的这个。农特产品今年已经有260项啊，咱希望每年会使倍增哦。那咱会透过各种这个啊电商平台，那为咱的农民共同来做这个行销。啊嘛，盼望讲咱的乡亲会记得，咱彰化优先的物件，咱这个彰化市农会所推荐出来的这个啊蜂蜜啊，甲咱也是讲咱的这个咖啡，大家会记得爱多来采买啊哈。彰化咖啡。